要何少说讲拢重用铁石咪的，一度台北嘅经验，所以编辑十六题八中央人讲到，佢讲啊，我嘅母就是想讲出上帝嘅戏，佢起出我嘅进修片，我嘅脚步唔会摇动，咪意思呢？当佢有问题之时，当佢有痛苦之时。当佢按多物嘅生死发生出嘅生命中之时，佢讲啊，我嘅目珠前含望上上帝起，上帝起晒佢嘅战照片，佢嘅心中，佢嘅脚步唔会摇动。啊，拢仲用电视咪系讲出家里系使沙灰里喺度，有问题有痛苦，有物嘅白色，唔望望出呢嘅问题起，唔望望出呢嘅痛苦起，呢嘅目珠前含望出上帝起，上帝本身。个力量能够带出个特性嘅路，本是个强嘅力量，由行呢个生活中，由行呢个生命中，问题可以来，痛苦可以来，阿三呢个无助思想，望在上帝嘅戏，唔望望在呢个问题嘅戏，望在世界上帝个体，世界能够得到强嘅力量，世界嘅脚步唔系摇动，要上帝帮助世界，阿门。